做了，帮他企划，企划，我直接跟公司说不用找企划，我自己来，这段时间我已经企划，我来，然后制作，制作，从收歌到写词，写词，然后作曲也有，作曲，对，然后到后来 MV 的拍摄，每一个导演的企划会议都自己去看，都参与。天哪，我连前几天也去看剪接，印刷，剪接也有，对，哇塞，所以这次那个感觉公司钱花得很值得啦。哦，谢谢他们，对不对？这么挺我，但我真的要说，现在音乐不好做，但我还是很钦佩每一位认真做音乐的专业人士。后台我刚聊天，我觉得他真的变了，真的哪里变了？就是你不要说外形，变大只，变大只。以前看他就是比较轻浮、吊儿郎当，哎呦，吊儿郎当啊！但是也蛮帅的。是，刚刚在后台跟他聊天，就感觉到他就是真的好像经历很多，然后很重，然后眼神哦，就透露出比较温暖的形象。沧桑是不是？以前他是很狂哎。那随便一出场，三个后空翻的那种。哦，现在可能翻不动了。一个，而且那个真的是我这张专辑名称的一个创作。对 ，Transformer 啊，对，把 ER 去掉就变成这张专辑。谢谢你。说在拍摄 MV 的过程有碰到不能够解释的现象，是不是？好像阿飘来看看了。讲这个会破坏气氛，会不会？会啊，因为阿飘来才会大卖。这个说法是真的吗？是。好，那我要讲一下。你说一下，你说一下哪边？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，有个在卫星台那边，晚上后面有台车，有台车那边。对对对。对，那边其实是我们拍到接近半夜的时候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跟那个一群那个美国的 dancer 在那个雨中，因为真的下雨。然后在雨中准备要跳2分30秒的一个舞蹈那一段。所以我就说，那音乐就放从2分30秒开始放。对。好，那就放。放。等噔噔噔噔噔，他从头开始放，然后我们就觉得，我们在比喻，不对啊，就是不要说谁嘛，对，然后再放一次哦，跳到2分30秒，他又放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又从头，又从头，然后老外就 what the， 后面那不能讲，对，就骂了，对，他觉得为什么你们都这样子工作不专业，对啊，然后那个音响导演就生气哦，对，干嘛？我这很累，不要放音乐这样乱放弄嘛，对。别讲，导演自己亲自去到电脑那边调到2分30秒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又从头。我跟那个 dancer 就互看，然后他们就说 ghost， 然后我说还有多少？我全身鸡皮疙瘩。然后我说好，不要闹了，那个已经快拍完了哦。然后就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恶意这样。是。我们就从噔噔噔噔噔从头开始听到那一段开始跳那段。OK。后来我拍完，我先去里面换造型，然后那个导演要拍8个老外的 solo 舞蹈，然后我在那个做造型的时候，我想说天哪，他们怎么可以拍这么久？我的音乐只有3分多啊。对。然后后来这件事情是比尔加，他拍完 MV 隔3年才告诉我的，他不想影响我心情。他说他拍老外 solo 那一条，拍了。8遍的副歌，我这首歌才3遍副歌，就是一直播不完，对了，播不完，而且8个美国 dancer 刚好副歌都跳到快脱力了，还在跳，对，然后在第8个 dancer 跳完，音乐自动停了，音乐停在5分30秒，